喂，天堂王子，小姐，你成日请假，点做兼职啊？呢度唔啱你噶，俾心机读好啲书先啦。但系大把世界啊，信我啦。八婆，有成个。哇，我算好俾咗你啦，迟30分钟。我阿妈生我嗰阵啦，我足足迟咗3日先嚟见佢嘅。所以你话你生怀明。哦，呢啲叫遲到啊，好過無到，同 M 一樣。啊，幫我 keep 住啦。哇，又多一個小姐啊，一係集郵啊嚇，係咪要我儲曬呢啲卡牌牌啊，俾到我煲啊？係熱水嚟嘅，係蝕彩我，佢蝕彩我啦。喂，我有啲我啱啲冇啦。健康咪幾好？嗯，有啲咩世界嚟？做咩都好似錯曬咁，有一樣嘢包埋，我就識中呢個好字。嚟，等姐姐點下字一下先，發字冇一啲，發字點下字啊？首先就唱翻長期，然後就嚟呼籲狂衝，再吃翻37日，就咩事都冇噶啦。醫師，我今日嚟負資產啊！是不是先解決我的問題還是問題先？第一個問題是有錢啊，小水拿電話來吧。電話？是啊。好心你又換個好啦，你部咁嘅電話，銷落我都冇人要咯。你又係用今日得咯。咁樣，你唔會知啦。我作死點解你琴晚啲溝仔 app， 你唔驚條仔見到啊？即係斬你幾十粒蓋。No。呢啲叫做困苦社交圈子，搞掉。邊個係 Camelotti 啊？咪你咯，你睇個名幾 sweet 啊！打本大家男人爭住飲啊！咁你叫咩啊？卡布奇諾，卡布奇諾。多謝各位來臨我哋今日呢個發佈會，唔知道大家仲有冇咩問題想提問呢？请问你是代表哪间机构呢？我什么都不是的，我代表香港市民的。我想问一下张董事长，一路以来都有很多市民去反对你们用这个地段来起豪宅的。其实你们有没有听到市民的声音的呢？还有我想问一下你，你有没有丁点觉得自己是做错的呢？香港政府为什么会批地给你们？你们是不是官商勾结的？年轻人，啱定错不是由你和我判断，時間會告訴你們。各位記者朋友，我們預備了豐富的茶點，請大家隨便享用。差不多。收灯，收工。我不喜欢逼人，如果想再搵多啲钱，自己打俾我。
今日你都辛苦啦，送我林嫂休息。上嚟饮杯茶。唔知我屋企公仔系咪同你唔得咧？等你忙啲事前俾你喐嘅。Maggie， 我系你上司，你系我。秘书啊嘛，我知道。究竟我有啲咩唔好 ？Maggie 你好好，系我唔好。你唔好，你做烂鬼方啲靓仔，唔请都自己上啦。咁你咪我唔系靓仔咯。所以我咪唔中意靓仔咯。Maggie， 好嘥时间喺我身上，唔值。乜我有得拣咩？有。揀我喜歡喝茶，你知我又不愛齋啡。齋啡相違啊。你記得今早十點約咗地用廚阿土吃早餐啊。Thank you。Maggie啊，杯茶不要放那麼久，冷凍了不要喝。放心，我要加個蓋蓋住它。可以上嚟。咦，今日識吹口琴噶，好型啊！何時學的？那口琴很漂亮，在哪裡買的？黃灣燈。哇，你吃這麼多煙的，你知不知道這樣沒有對身體？今個月的，你又不用再來。蛤？為什麼？今個月才是月頭的。那是你說的，你說過不算數，但是跟 Agent 爭數。喂，熄咗眼燈啦。中意的人，如果想再揾多啲钱，自己打俾我啊！清晰翻，有时我会觉得自己好似去咗另一个国家，一个完全唔属于自己又陌生嘅地方，而我就系需要呢种陌生感，会令我觉得有一刻真实，我仲感觉到自己嘅存在。呢度嘅雪柜格有一种又冷又冻嘅气味，而
呢种气味你可以喺全世界嘅便利店度揾到，唯独是就喺你自己屋企嘅雪柜架揾唔到。喂，天堂王子。惊我，我阵间会令到你好舒服嘅。嗰刻我望住个天花板，不停咁同自己讲：唔使惊，唔使惊，好快就会过噶啦，好快。收工，我的人最憎重复。如果你有同学想玩 part time， 要他自己打给我。我身上有3000元，可以去边？哇，靓女，抵玩啦！游匀成个香港都唔使3000元啦。咁是但啦，去边都好，我净想用咗呢啲钱。哦，收咗钱，我以为自己会第一时间去柜员机度入钱，冇啊，冇。我哋每个人心里面其实都有个记忆垃圾桶，很多嘢过一阵就会冇事，过一阵你就会当冇嘢发生过，然后选择继续生活。改变你和我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。虽然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好像很渺小，但不要再给自己了。这个地方我和你都有份的，一起走出来好不好？清楚想想自己想做什么，因为无论你做哪一个行业，
都冇人阻止到你去你想去嘅地方。仲有直同唔直都冇人有资格批评你，只有你自己先可以决定同埋最清楚。Hi, coffee. Hi, 你想要 latte? 你呢？想要 latte? 你是女王。什么？想想试一杯 caramel 黑色的 latte。试咗，你咪知。同黑色 latte 虽然在网上面识，不过估唔到我哋会咁噶。一见面就好似失散姊妹重逢咁，我哋一路系咁倾，系咁倾，到最后，原来佢系想做我经理人。孙仔先得噶啦，因为咧，我要话俾佢听，我今日晏昼咧就要晏啲嚟接佢放学。如果唔系咧，佢出咗嚟学校门口见唔到阿嫲嫲咧，佢会喊噶。嫲嫲，你个孙仔咪喺度咯。你？你系阿贤仔？嗯。我哋阿贤仔边有咁大个啊？嫲嫲，我大个仔啦。懂得照顾自己，自己翻学，自己煮饭，照顾自己噶啦。真系，哇！阿贤仔一下子咁高大嘅能力，咁你有冇拍拖啊？冇啊，你好想拍拖咩？系啊，不过我话俾你听，你千万唔好学你阿爷爷咁样后生品女人，因为咧姑娘仔嘅手咧不能够乱咁拖嘅。除非你想着拖他一生一世，那你就不拍拖下去了，知道吗？这就大件事了，我一直都拖着这个靓女的手不放，以后都不放的了。哎呀，你都没来正经的，一个老太婆的手又老又潮皮，怎么好拖啊？你说潮皮吗？好啊，我细个拖住我翻学放学嗰只手一样咁滑，我最中意就系拖住呢个靓女嗰只手。真系好滑啊！嗯，哎呀，真系咁噶。靓女，你要听话食药先得噶。我食药食到怕晒啦，我唔想食药啊。咁啊？你睇我买咗啲乜嘢？乜嘢啊？我最喜欢吃那些云吞了，给我吃吧。但你要吃了药先喎。是不是吃了药之后就有云吞吃的了？没错了，吃完药就有云吞吃，一起吃云吞好不好？好啊好啊，好了，那我吃药了。嗯。好了，吃云吞。吞咗噶，睇下，系喎，乖啦，得，奖你一粒云吞啦，好唔好食啊？Yeah.
妈咪，你瘦咗好多啊！傻猪都变新人啦，讲我做咩啫？不过我知道廿年前嘅今日最辛苦嗰个就系我妈咪啦。做咩啊？你生日我礼物收啦？唔係，呢檔都好少用啫。哎呀，咁以前冇就少用啫，咁而家有啦，咪可以成日用啦。真係請你，你請我嚟咁好嘅媽咪，呢個媽咪真係有家教。你仲中意？好靚啊，多謝媽咪。我打飛機，射曬啲嘢落我條校群度。當時我一啲感覺都冇，唔使報警，唔射都射咗落。警察可以幫到我咩？條裙唔使買過身，射下佢就會冇事，冇所謂啦，冇所謂。好多嘢原來一早已經好冇所謂。Thank you.
把声好好听啊！你叫做咩名啊？不过好细声，最大声啦！唔该，你一听真啲啊。OK， 等啦，呢句呢段好熟，听过啊，好近啦，埋紧嚟。不如你跟我过嚟啦。咁佢听到？你揾嘅歌咧，第二首啊。喂，系边位啊？109蚊啊，多谢。我同青山代码做咗好朋友，用109蚊。好耐，唔知几耐，我已经冇试过为咗自己真正中意嘅人而俾钱。あなたのことをしまいまでも思い続けているよ。いくら時流れてゆこうと。系就因为咁，所以唔做。如果你而家先至话唔做，你问下自己翻唔翻到转头咯？你唔同咗噶啦，你而家食好嘅、着好嘅、用好嘅，出入都搭的士啦。唔通你想好似翻翻以前咁样，下去逼地铁、行网租咩？我知你搵嘅系辛苦钱。打边一行唔辛苦嘅啫，你而家又唔系去偷，又唔系去抢，有事有价，所以啊，做人点可以望翻转头噶？好啦，知你辛苦啦，成日走走趯趯，系咪？唔好话我唔锡你啦。边啲拉皮咧？你储够钱，我拎队去边读书啦？佢手上就有张长期饭票，你接手嚟做啦。半年期嘅啫，好快过，当俾个目标自己咯，做啲钱。呢半年唔可以同其他男人一齐，怕唔怕？要唔要饮啲嘢？Thank you.
怪。当你为了有人离开而难过的时候，同一时间又会有人为了新生命的诞生而兴奋。所以人说开心和难过是一对最好的朋友，虽然他们相遇的机会只得千分之一，但如果有一天在你们同一时间遇到他的时候，我相信这个就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梦。总之，迟啲先啦，好唔好？我唔系想拖住你唔放。签公司嘅文件系点同咧？有啲嘢，有啲嘢签咗真系唔可以翻转头。我知我以前真系做得唔好，阿伟啊，唔系我逼你啊，系你逼紧我。我求你不要再逼我了 ,OK? 你給時間我吧，真的不要逼我。
你呀。咁感動嘅喎，只係意思嚟嘅啫。我以前喺鋪貼度做過兼職，咧嗰啲免費改衫改褲，咪我哋呢啲妹仔做噶啦。你做過兼職？嗯，差唔多乜都做齊咁滯啦。不過份份都唔過三個月。點解？後面唔得咯，即係個間表同我翻學嘅時間永遠都唔 match 嘅。初初啊，人哋間唔止就你一兩次就係冇所謂啫。但次次咁樣就啊，人哋都冇人啦、啊，所以最後咪分手啦。好，搞掂啦，你睇下。唔該。但口頭唔好靚啊，可唔可以借翻啊？小心啲。识少少啦，以前翻学嗰阵学过，好靓啊！喺边度买噶？意大利，去旅行嗰阵买。哇！一个人去？嗰阵我太太小产，我陪佢生孙。多年啊？都好多年前。嗰次我哋喺酒店见到个摆地摊嘅人喺度吹口琴，我太太听嗰阵，佢啲眼泪唔停咁流落嚟。跟住踎低拎起咗口琴，冇咗好耐，到最后都系摆翻低。嗰次系我见到喊得最舒服嘅一次。嗯，咁、那个口琴你几时买噶？我第二朝静静鸡走去地摊嗰度买咗呢口琴。嗰阵我喺度谂，我学识吹口琴咧，就会拎住佢吹首歌俾佢听。不过翻到嚟就净系翻嚟做嘢，净系劈埋。而家都可以吹俾你聽噶，太明，我遲早點人吹俾你。人就係咁噶啦，以為自己有大把時間，好多嘢可以慢慢嚟，點知時間係唔會等你。既然時間唔可以多嘅話，我唯一可以做嘅。就阻慢佢向前行嘅速度，我唔想去到最后，我哋会变成只系对方称呼上面加 X 嘅陌生人。或者你可以咁谂啊，其实有得签离婚协议书，都已经系一件幸福嘅事嚟噶。至少你知道自己曾经实实在在咁拥有过。我妈咪啊，连结婚证书都冇签过。没事的，他刚刚有了 BB， 加上他血压偏低，所以才会晕的。留院观察多一晚，明天应该可以出院的了。那你今晚都好好休息了，吃多些东西，不要害人节食减肥，知不知道？麻烦了领事。
去我。哦，算是你嚟嘅。Sorry 啊，头先我因为挂住听电话，我冇留意到你。紧要。Anyway， 其实系我唔该你。一人一次唔该，当无数啦。OK。原来你医生嚟噶？嚴格啲嚟講，我未正式係醫生嘅，因為我未畢業。哦，即係你係未正式行畢業禮嘅醫生啦。都可以咁講嘅。你邊度唔舒服啊？你做乜喺醫院嘅？我冇唔舒服啊。唔好話俾我聽，你嚟醫院係中意飲咖啡啊？啊，唔係，係我有唔舒服，不過唔係我唔舒服，係我朋友唔舒服先，我陪佢入嚟。佢冇嘢嘛？使唔使我幫手睇下佢？哦，冇事啊，有醫生睇下佢，佢急性盲腸炎，佢已經做咗手術㗎啦，瞓一晚就冇事㗎啦。係啊。sorry 啊，我要走先，因为我要帮我補習。咁啦，你呢，如果你个朋友有咩问题呢，你可以直接打俾我嘅。因为呢，最近呢，我喺度呢跟个 professor 睇症嘅。哦，你平时真係咁識女仔㗎？咩呀，我唔係㗎。讲笑咋，你连筆都冇喎。Dr. Rex 都嚟晒。你叫我 Rex 得㗎啦。个家长打嚟，佢最近迟到，我要走先。咁你叫咩名啊？Caramelatte。因为我好喜欢喝 Caramelatte， 所以连我的朋友都这样叫我。搞笑啊。走先啦。嘿，其实我激激不了，拜拜。有什么理由成日没吃过东西的？你今天回来很忙吗？我发觉你都要吃些东西的嘛。热辣辣的餐蛋面。出事啊？咩事啊？讲出嚟啊！睇下我帮唔帮到佢。佢有咗 B B 啊！佢今年几大？同我一样，我同佢由细玩到大，我哋 friend 到一齐孖铺，一齐冲凉。好啦，佢而家出咗事啦，佢条仔又失踪咗喎。唔知嗰阵时一早带埋佢入行咪算咯，起码又可以搵到钱，又唔使咁样俾人 hurt 啊嘛。你话系咪？
就係你啊！你又嚟醫院飲 Caramel Latte？ 可能佢個 friend 出院咧。佢冇嘢啦嘛。應該冇乜事噶啦。嚇！點解次次你見親你都喺度飲咖啡？你有得閒啊？嗱，首先我想澄清，我喺度休息嘅。你知唔知人點解需要休息啊？就是因為做嘢做到攰，係一個自然嘅反應，就會需要休息，所以我先喺度嘅。仲有啦，我相信你唔會想見到我做嘢嘅樣子，因為你見到我嘅樣嘅時候，我相信你已經好大件事。閘住啊！人哋話你一句得閒，做咩咁樣咒人啊？我唔係咒你，即係我講個事實啫。不過醫生咧唔係神嚟噶，唔係咩病都醫到嘅。越見得多病人，反而覺得自己越冇用。所以我中意玩音樂，我覺得音樂係可以醫埋人哋嘅心嘅。你知唔知好多病都係由呢一度開始病？音樂是可以醫人，而家你信啦？我幾時有講過唔信你啊？咁即係好翻曬，唔使覆診啦。嗱，你都玩口琴嘅咩？唔係我噶，送俾人，係賠翻俾人噶。我之前整翻張嚟嗰個，不過算啦，我都買唔翻舊嗰個。點解一定要買翻舊嗰個嘅？因為。有纪念价值咯，价值呢家嘢，我觉得系放喺心度嘅，而唔系放喺啲物质上。
你有冇谂过每一件物件都有佢本身嘅故事或者佢本身嘅命运咧？吓、啊，死物嚟噶喎。嗯，一个故事嘅结束可能就系下一个新故事嘅开始。就例如你呢个口琴咁样啦，喺你未买佢嘅之前，可能佢真系喺琴行放咗三五七年冇人知噶。佢嘅故事就系由你推门入琴行嗰下就改写咗啦。咁你又知唔知道我第一次见你系几时？喺边？唔系喺窗边咩？喺呢度。几时啊？我好记得你。我嗰晚唱完歌去买嘢饮，之后我就见到你喺个雪柜前面喐都唔喐喎，仲好似喘紧气、哮喘病发作咁噶。我见到你最后有打电话，所以我冇去。咁你啫。你知唔知啊？如果嗰阵你行咗过嚟揾我，可能所有嘢都会唔同晒。会有啲咩唔同？总之，我又唔可以赖你嘅，咁所有嘢都系我自己拣。小青，小青，我系 Tiffany 啊，你喺唔喺入边啊？你记唔记得你今日要去医院啊？有冇人啊？开门啊！你揾边位啊？我揾住喺呢度嗰女仔啊，走咗啦，走咗。咁你知唔知佢搬咗去边啊？点知就问阿妈。喂 ，Grace， 我 best friend 真系出咗事啊，去唔见咗啊！小妈，你睇你朋友出嚟睇啊！你咧平时佢成日同我嚟嘅，一齐坐喺呢张台度见过佢啊？冇见过，小妈咩嚟？冇喎。真的想见到我做嘢嗰个样噶啦，唔喐啊！你撞亲呢度啊？咁有冇事噶？呢度几只手指啊？唔止。咁咪即系冇事咯，喺度唞几日，好快可以出院噶啦。你呢个咩医生嚟噶？咁样同病人讲嘢嘅咩？未正式行毕业嚟嘅医生，惊唔惊？我惊我头多啲啊！我惊你闷咋？我攞本书俾你。妈咪唔系要呢啲嘢，我早两日去做咗身体检查，医生话我子宫度生咗水瘤，我排咗期做手术。你大个女噶啦，有好多嘢唔到我管。我也都管不到，不过你妹妹应该是18/22的，有些工作做得辛苦的就不要再做了。虽然有些事眨眼就过，不过也都有些事是转发，送我吧。我都是最近才学习的，
做错嘅好唔紧要，最紧要嘅系冇错落去。阿、啊，对唔住啊！知啊，嗯，我好翻噶啦，仲要包。我哋喺边度啊？一阵你就知噶啦。嗯，阿水林咧，吓，嚟啦，嚟啦。未到未噶？星星咧，晚晚都喺度噶。只不过我哋怕黑，开晒啲灯。你谂下咁光，我哋又点样睇到啲咁细粒嘅星星？我讲个故仔俾你听啊。啊，从前有位后生仔，佢喺一条好黑嘅后巷度跌咗条锁匙，但系佢竟然去盏街灯下边不断系咁揾。咁啱有个老婆婆经过，见到个后生仔咁迷惘，就问下佢使唔使帮手啦。后生仔就将成件事话咗俾个老婆婆听。阿婆婆就问佢：后生仔啊？你在后巷不见条锁匙，为什么你不入后巷找啊？嗯，你知不知道后生仔不入后巷找啊？为什么啊？跟着后生仔就跟阿婆婆说，阿婆啊，后巷太黑了，怎么找啊？这里有光啊嘛。跟着老婆婆就笑笑口地跟后生仔说，如果你真的怕黑的话，你就一世都找不回见到的东西。嗯，那个后生仔是不是你呢？去咗咩完啊？咪咪，迟啲啊，迟啲等我揾翻条锁匙，就话俾你知啊。好，我等。食得咩？咪咪，其实我唔系一个好女仔嚟噶。冇所谓噶，好人系完美嘅。我讲过啦，人人都有病。但我呢个症好难搞噶喎 ，Doctor Rex， 你谂清楚先好收我喎。我唔想错过呢个病人。啊，系你啦，你有发烧喎。妈咪啊，不如下次我陪埋你一齐复诊啦。好啦，各位小战士，话俾队长听，你哋系咪已经攞咗许愿卡啦？好啦，一阵一齐数一二三，我哋就将我哋嘅愿望写落去个许愿卡度，好唔好？好啦，一齐数一、二、三。今次真系决定咗唔做啦，我拣咗啦。你拣咗，你究竟知唔知道自己拣咗啲乜嘢？
不如等我告诉你知。天堂王子，他是阿姨uncle来的，我可以帮他做嘢。即是你一直跟我说的东西全部都是假的，即是所有东西都是大话。咁系你拣咗信我？咁你嗰间屋咧，系真定假噶？真系真的。咁耐以嚟，我就带过你一个拉提上。咁你而家知道自己拣咗啲乜嘢？我都想你顺顺利利咁毕业，大学生。搞掂，试下试下好冇味啊！我好耐冇自己落手落脚煮饭嘅，试下嚿鸡糊味啊！Tiffany 啊 ，sorry 啊，我唔做啦。你知我唔系咁嘅意思，我叫个 agent 揾翻你系因为想见。Tommy， 你又迟咗啦。Sorry。那次我語氣重了一點，我都估不到自己反應那麼大。你說中了，愛你的你不去愛，不愛你的你才來愛，這樣永遠不會得到你想要的東西。你不愛我？我都不知道一直以來我對著你的是不是愛，其實我可能出愛這個幻覺一路賣緊俾你，直到最近我認識咗個男仔，佢話俾我聽，每樣嘢都有佢嘅本質，我哋唔應該怕受傷害而將呢個本質扭轉噶，本質就係本質。你中意咗男仔？因為好似我講過。我哋合約係半年，而家起碼仲有成個月。我記得啊，不過如果我哋之間真係有約嘅，咁份約應該屬於我哋兩個人。我想提早解約，我真係好想重新開始噶，你就當俾個機會我啦，可唔可以啊？所有女人都是这样，到最后都喜欢求个男人放生他们。我知道有些东西烂了怎样都补不回，但是因为你太太而学会吹口琴，这个是事实，怎样都不会变的。我相信就算你现在拎着一个新的口琴，你都同樣可以唱到同一首歌，因為呢個就係本質。有咩需要嘅，随时嚟揾我。哇，你仲忍我啊？我话咗唔做。
唔係做啊，我本質真係想幫你。多謝。餐飯我唔食啦。嗯？我約咗人啦，我答應咗佢，如果我找到條鎖匙，我就會找佢。你仲有份約未解噶？你快啲搞埋啲收尾佢啦，無謂綁住人，又綁住自己啦。或者下次你可以試下煮飯俾 Maggie 食啊。謝謝。Bye， 後會無期。歡迎光臨。先生有咩幫到你？我想買袋。哦，唔係啊，我想買膠袋。仲唔夠膠？冇膠噶咯喎，你要幾膠先？我想買有你哋公司 logo 喺上面嗰啲袋啊。咁腰尖噶，我哋公司冇出噶。識做燈用，鬼睇到咩 logo 咩？我想買有兩隻耳仔嗰啲袋啊。膠袋，膠袋，哦 ，OK OK。好響啦、啊！我頭先咪話膠袋咯。你有幾多個啊？你有幾多個啊？要曬佢，定係買袋？得個嗬。得，膠袋五毫子個。好啊。OK， 我數俾你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喂。係啊。係啊，今晚啊，記住喎。好，拜拜。三。膠袋啲質地都幾好的 ，OK 噶，好夠膠噶。你數到第幾個？過嚟啊！唔好意思，一不衰，二我咪發緊夢啊！幾驚你唔嚟啊？雖然小怪味本質上係睇唔到，都捉唔住，但其實只要你相信嘅話咧，所有好似冇可能發生嘅嘢，其實一樣都有辦法可以留得住。多謝條鎖匙，我揾翻啦。咁咪好啦，俾我留喺你身邊啦。以後無論你幾時想要呢種氣味。不用再去找人，我会在这里。我讀 econ 經濟，哇咁靚女啊！幾時畢業啊？出年。嗯。媽咪啊。啊？不如你唔好第一次見到人就問咁多問題啦，好嘛？咁我第一次見個仔個女朋友，係咪問多幾句都唔得先？喂，你喺邊啊？嚇、啊？揾唔到我哋？我哋咪喺草地嗰度咯。你喺邊啊？咁你企定啦，我嚟揾你啦。好啦好啦，拜拜，等我一陣啊。死啦！我怕你爹哋会唔中意我啊？点会啊？你咁靓，边有人唔中意你？妈咪，爹哋，我女朋友 Tiffany。Hello。Hi， Uncle。Hey， 人齐啦，不如影张相好唔好啊？好啊，阿妈嗱，帮我影张相啊。嗯。要。啊。要。一張，好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Sorry， 我想退一去洗手間。
果可以回头，熟悉那嘴脸，重温嬉戏这乐园，墙壁的松脱涂鸦，已经褪色，才明白存在价值归于记忆。街角小店尚存在吗？这大时代哪里去？过去现在化去，怎么会感动？但有种意外，不管痛不痛都有伤害。光阴远远离开，那笑声却徘徊于脑。Tiffany， 你好吗 ？BB 出咗世啦，系仔，你七磅三，佢跟我姓，叫乐希。因为我承诺每日都会将希望带俾佢。以前你咪成日话我迟到嘅，今次我终于有样嘢系早到噶啦，系佢令我明白，只要尽咗力，嗰天一定会俾你行出一条属于自己嘅路。原谅我，微笑，小青。这乐园，墙壁的松脱
已经退色才明白存在价值归于记忆，街角小店尚存在吗？这大时代会不会牵挂过去现在化去怎么等待，但有种意外，不管痛不痛都有伤害，光阴远远离开，那笑声却陪伴于脑走我身旁。